颠倒过来哈、哦，左右颠倒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要画一个7843945.52哈、哦。那实际上这个地方画出来之后哈、哦，这一格多高呢？就是它的除以4嘛。不过计算的时候不能除以，不能有小数点，所以就两位嘛，对不对？就7843除以多少？400。9452除以400 ，OK， 那就可以得到什么？它这个，然后再怎样，复制阵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或者甚至你复制嘛，四个你复制，不用阵列嘛，对，也几下就好了。那比较会有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它需要一个什么？像这样的一个长度刚好是 38.83， 要必须怎样放在这里，而且角度部分的话呢，要刚好几度呢？45度，可是实际上、哦、如果以那个绝对坐标来看、哦、它应该是几度？应该是-45度才对，基本上它是-45了哈、哦。因正的话应该是这个方向，也就是270加上450、哦、才是它的正确的角度。OK， 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来看比较会有问题应该在这里、哦、那这个角度要怎么做出来 ？OK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哈，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哈，可以画的先画出来， 78.43 横向折过来的话是 94.52 哈，然后往上部分的话呢，我之前也教过各位了，你用除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乘上看几位数字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就是7843除以400，好 ，Enter。然后折过来，再来的话就是9452除以400，或者你用什么呢？用那个计算机啊，之前我有用跟各位讲过计算机。那这因为有四个哈，你可以复制的时候把这两个全取起来，空白键一下。